袁庆宇男子当街扭打，男子不停地想逃跑，袁警则是挥舞着警棍追捕着男子。终于在许多袁警的压制下，男子趴在地上被铐上了手铐。警方拿着警棍大声怒斥，大力压着男子的背部。警察刚好就跟那个凶嫌在打斗了，他也拿了一把刀。这名61岁的花莲男子骑脚踏车未戴口罩，远警上前劝导时，男子拒绝配合，还拿砖头攻击警方，遭到远警辣椒水反制。没想到男子竟拿出水果刀攻击，还刺伤警员。男子突然失控，并拿出水果刀攻击远警，造成一名远警手臂划伤。男子刀子被夺后快速逃逸，负伤的袁警一路追捕，最终在警网支援下顺利将他逮捕归案。男子路上脱哨又袭警，将依照妨碍公务伤害等罪移送侦办。记者刘锦桥、张浩华联报道。那帮大家科普一下，水神就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跟病毒作用之后会再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也不会伤害肌肤。所以母亲节要到了，还想不到到底要买什么的话，赶快到快点购，记得输入折扣代码 CTI 77，帮你把好康带回家。